大聲道，請大警隊，This event is organized by our friends. They've been in Canada over 20 years from China. Please give them a big hand. Hello, good morning. No, my name's Frank. I come from Shanghai. No, I will speak by Chinese. 题目：推倒那堵墙。30年前的今天。1989年的11月9号，世界上颇为瞩目名的被称为柏林墙的那堵看似坚固的墙终于垮塌了。不知道是不是一部分有权力和能量的东德人在学习了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的作用，他们试图用造墙来隔离这世界，于是在墙的东边和西边产生了两个世界。墙的西边是人类自由的天地，墙的东边是一座关押着无数善良的人们的监狱。30年前，墙的东边为了维护这座关押人们的墙的稳定，几乎动用了与秦始皇一样的手段，镇压、收买、暗杀、造谣、污蔑、封锁、化妆成平民、残酷残酷的杀人放火，然后嫁祸于人，等等等等，所有的维稳只是为了维护邪恶的权利。而在墙的东边，有一位叫列侬的音乐人曾经说过，可能这也是另一部分人的内心抉择。列侬说，在坚固的墙体和飞向墙体的鸡蛋之间，他选择站在了鸡蛋那一边。更多的人们做出了和列侬相同的选择，不断地向鸡蛋一方拒绝，并且不断地奋起撞墙。更多的人们做出了和列侬一样的选择，因为几乎所有撞墙的鸡蛋都预先知道自己撞墙的结果，哪怕看不到柏林墙的垮塌，看不到那天，鸡蛋们也知道。第一，还会有人不断地再次撞墙；第二，这堵墙终究会垮掉；第三，一旦这堵墙垮了，就再也没有重建的可能。不同的是，所有的鸡蛋都是为了自由，一边是不断的维稳的墙的稳定，一边是鸡蛋们不断的撞墙，双方持续的结果是柏林墙终于垮了，就在30年前的今天，并且没有再也没有重建的可能。30年以后的今天，那些和当年的东德诠释者持同样理念，任德国的马克思为主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控制的香港当局，在取得香港22年的统治权以后，他们违背了对香港不实施秘诀和打击人权的承诺，通过不断的渗透控制了香港诸多的资源，并且试图在香港和世界之间建造一堵新的柏林墙，将原本自由自己的香港划归为共产主义的地狱。中共的行为当然遇到了香港人的抵抗，一方面中共为维持权力稳定而造墙，另一方是香港人为了自由而抗争，为权力而傲慢的柏林墙和为自由而抗争的撞墙的鸡蛋，这样的局面在22年后的今天的香港再次呈现。这就是目前香港社会撕裂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两个香港年轻人的名字，
一个是年轻善良漂亮的15岁的程妍玲小妹妹，另一个是同样年轻善良的周子乐，这两个年轻人都死了，由他们的尸体为证，和已经死去的或将要死去的香港人一样，他们决绝地选择了当一枚撞向墙体的鸡蛋。为抗争而死的香港人的名单很长很长，程燕玲和周子乐只是其中的两个，我无法搜集他们全部的名字，他们的死使我痛苦，而无法搜集他们全部的名单又使我出离悲愤，我不得不将我的痛苦和悲愤在今天呈现于人世间，让中国共产党、香港当局以及小粉红们快意于我的悲痛。这将作为我一个年长而又护死者的北仆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台。最后，我想借用美国前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的话，在程燕玲和周子乐两位年轻人的祭坛前喊出最后的呐喊：推倒那堵墙，视为己，视为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香港要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与港独也无关，你相信吗？如果我告诉你，中英联合声明赋予了香港人民以普选的权利，而这一权利至今香港人依然没有得到，港人想要真普选，这与港独风马牛不相及，你相信吗？如果我再告诉你，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进一步提出的5大诉求，其中没有任何一条与港独有任何相关，你相信吗？如果你说香港政府的高级人黄之锋是港独分子，那么我告诉你，他只说过要实行一国两制，不要一国1.5制，他从未说过香港要独立，你相信吗？我知道我说这些你都不信，为什么呢？因为这话不是 CCTV， 不是人民日报，不是新华社，不是环球时报所说的。那么当这些党媒告诉你香港有暴徒发动暴动了，你有没有发出疑问？谁是暴徒？他们为什么发起暴动？他们都做了什么？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城市，为什么单次上街游行的人数就可高达200万之多？为什么暴徒的年龄会分布在从十几岁的满脸稚气的孩子到80多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的职业为什么涵盖了学生、教师、律师、会计、公职人员、医生、护士、牧师、基督徒等各行各业这么的广泛？你有没有想过，所有党媒所说的是否符合常识、符合逻辑？我相信，当你提出这些问题之后，答案就已经在你心里了。但是，我也相信，你们已经失去了提出这些问题的能力，你们的脑袋已经被输入了固定的程序，只会被动地接受固定的信息源传来的信息，即便是身处国外，党媒依然和你们如影随形。是你们了解世界的主要窗口。习近平在视察央视时，央视的大屏幕上赫然写着央视信党绝对忠诚。在中国，何止央视信党，所有的媒体都信党。当信息来源只有一处时，再智慧的人也不可能避免。新闻的自由度是衡量一个社会中的新闻机构、新闻工作者和网民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由。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只有信息通达，我们才能学会辨析真伪；只有信息多样，才有可能彼此得到证实和证伪。而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2019年全球新闻自由度的排名中，排在世界倒数第4名。那么最为可悲的是，来到了自由的世界，却带着专制的枷锁不肯丢弃。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中共官媒首先进行信息的严格封锁，一个月后开始有选择性的报道，事实被歪曲，真相被掩盖，黑白被颠倒，所有的这些都用于民族情绪的煽动，以及对抗议民众的抹黑、污蔑和恐吓。官方的报道使得大批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狂热分子陷入简单、片面、低层次的爱国误区中。
香港人民对暴动的抗争以及对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捍卫，在官方的蓄意抹黑之下变成了港独，抗争者变成了废青、蟑螂，甚至是暴徒。300多年前，西方思想家就开始倡导自由民主的思想，西方世界中的人们早已认识到行使自己的天赋人权、对政府的施政进行监督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香港经过百年的被殖民，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成为血液。而中国的文明却在中共近百年反人类的政治宣传中变得与人类文明渐行渐远。如果说在国内被信息完全封锁的环境中没有有效的渠道了解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于海外留学生来讲，能以肉身翻墙，在完全没有信息管控的情况下，这也是香港人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捍卫与大力抵抗。事实上，这些留学生比国内的公民更为愚昧，令人绝望。I'm wondering why the flag is hung upside down. Oh, 如此专业的整体形象举世罕见，而镜头中的大陆学生几乎无一例外的个个满口恶言，句句脏话，粗暴无礼，浅薄庸俗，丑态百出。除了港独卖国贼等标签式污蔑抹黑内容，再也说不出其他。中国留学生更加